第八题，佩戴眼镜矫正视力是利用光经过透镜时的哪一种现象或原理？我们不管是近视眼、远视眼，戴的是凹透镜还是凸透镜，它就是一个透镜，是一个玻璃。然后光从空气进到玻璃的时候，会发生折射的现象，而因此调整了我们光线汇聚的位置，而得到矫正视力的目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是利用折射，所以第八题问我们说，佩戴眼镜矫正视力是利用光经过透镜时的哪一种现象或原理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折射。